五、四、三，加油！二、一 ，Go！小心甩屁股啊！但是这辆八六起步不够快，开始落后一点不要紧，说明是后段之路越来越少，急弯越来越多，到时候才是那小子大显身手的时候。真的那么快？几年前他说看东西不清楚，我带他去配眼镜，谁知道验过眼之后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我跟他说：“喂，小子，别跟我耍花样，信不信我扁你？”他对我说：“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开车的时候看东西好像越来越慢。”那时候我才知道，他越来越快。上次在这个弯输给他，这次不能输。还不是赢定了，那就要看最后那个五连发加弯。在那边高